我想对爸说，这么多年，从我小时候到我叛逆期，然后再到我工作的时候，我感谢你，在我很不听话的时候包容我所有，在我需要你帮助的时候，你帮助了我很多，也感谢你和妈和弟对我的支持。我说不来很多的话。除了感谢，就还是感谢。我以后会经常的来看你们，真的，谢谢了，我的家。